果然是手信有关，专程回来陪小女子喝一杯是吗？你那么怕学院了，我就偏不说说他们在哪里。我决定先动手。大元朝威震天下，从南到北，自东至西，版图之大，旷古绝境。张教主，你不就想看我的脚吗？说一声就是了，干嘛帮我换鞋呢？你才舍不得杀我呢。你喜欢我？张教主，没那么简单，以后我想到什么事情自然会来找你。怎么可以对张真人这么无礼？晚辈赵敏参见张真人。张真人，你又何必这么固执？难道你想看武当血流成河吗？哼，牙尖嘴利，我早晚拔光你嘴里的牙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esson， 欢迎来到一人手 BGM。李连杰版的《倚天屠龙记》对原著进行了恰当改编，使得原本优柔寡断、心慈手软的张无忌在此剧中腹黑感爆棚，极具亮点。赵敏更凭借这一回眸，被封为香港影坛经典之一。说到赵敏，我第一个想起的肯定是黎姿和赵敏，第一位几乎还原了原著，而看完第二位，我脑海中已经忘记了谁是赵敏。赵敏不仅演绎出赵敏的运筹帷幄，更有原著中没有的霸气侧漏。这样的霸气与林青霞的阳刚之美又有所不同，是俊俏小生的英气之美。有趣的是，两位赵敏的扮演者都在此剧中出演，实为罕见。只可惜这剧，你还差我一件事，你给我记住，要救六大派，来大都找我吧，永远都无法实现了。或许正因为这样的遗憾，才造就了经典。这可能就是俗话说的缺陷美吧。更令 Lesson 惋惜的是，这首配乐目前网络上只有截屏版，因为国内以前并不重视版权保护，很多配乐都不像国外的电影一样会出原声大碟，许多小少耳熟能详的配乐几乎都没有公开，配乐的作者非常混乱，甚至都没有正式的署名。好听的歌只会让你记得演唱的人，而并没有多少人会关心作者是谁。这也是 Lesson 做这个系列的初衷，不仅是为大家介绍好听的配乐，更是想为默默付出的优秀音乐工作者的证明。替你藏走你的少年愁，让你想念，赶走苦闷的心魔，为你珍惜今天今。